在过去的100年里，科技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而绿色能源则借助于科技创新，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未来的设想和定义。太阳雨作为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热水器及热水系统供应商，正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为全球千万家庭提供太阳能热水系统解决方案。今天，太阳雨已完全实现太阳能热利用全产业链的生产制造，并且能够同时研制生产全玻璃真空级热管、全玻璃热管、玻璃金属封接热管和平板级热器四种核心级热部件，将企业的生产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自主研发是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坚持的根本。集团自行研制的3室4所镀膜机，帮助我们实现了真空管镀膜的高效节能和设备低损耗。而原排式全自动真空极管排气生产线，则革命性的以日产10000只的高产能，遥遥领先于行业前沿。依托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合作，与意大利 OMS 全自动高压发泡技术的合作研发，只是我们迈向国际化的第一步。在太阳雨，10年的时间可以做哪些事情？建设连云港、洛阳、兖州等全国生产基地，依靠优质产品及先进生产线的综合实力，将高产出与低能耗完美结合，为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太阳能热水系统解决方案。这些我们都做到了。1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不断改革我们的产品，深化我们的科研。目前集团已拥有自主研发的中温极热检测系统、 CNAS 国家认可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以及世界领先的德国原装检测设备，还在连云港生产基地建成了从原材料到整机、从极热部件到系统近20个实验室。这些都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科研支撑。没有什么能够比主持和参与修订太阳能重力热管、平板型太阳能级热器、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技术规范等20多项国家标准更让我们自豪的了。当然，在技术创新成为市场核心竞争力的今天，我们更加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的维护，所以10项专利成果的获取，不仅是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更是对市场公平竞争的维护。发展至今，我们从未因一点成绩或荣誉而停止前进的脚步。目前，太阳雨正积极推动业务领域由中低温利用扩展至中高温应用。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产品供应商向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身份转变，引进行业领袖型专家，组建创新型技术人才队伍，与多所知名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合作，都是我们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举措。让我们的思维插上想象的翅膀，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生活完全智能化、信息化、低碳化，随时都能享受科技为人类生活带来的便捷，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所以，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我们正不断努力推动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碳零排放。未来，太阳能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1年4季的热水，还将替代传统空调，在炎炎夏日为每个家庭输送凉爽，
或者将太阳能运用于热发电，一年能够为地球节约的能源数量恐怕将使我们叹为观止，并且我们也不再担心因为季节变化而造成的太阳能的浪费，因为季节蓄热系统便能够轻易解决这一难题。如果能够拥有一栋安装有多能源复合系统的房子，我们的生活将彻底步入低碳环保的绿色时代。我们将持续不断地颠覆自我，寻求突破，努力达成自然与科技之间的平衡，创造一个绿色产业的新未来。